大家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用“满不在乎”。“满不在乎”这个成语说一句话，“满不在乎”是说，여기서봅시다，“满不”여기서자가사성이기때문에부가二声으로변했습니다。满不在乎，在乎乎一声인데여기서경성으로읽겠습니다。그럼만不在乎不를참경하게읽겠습니다。만不在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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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만不在乎是什么意思呢？대수롭지않게여기다，대수롭지않다하는뜻네。다시말하면전혀개의치않는다。조금더마음에두지않는다。이런등등의뜻으로씁니다。그럼무슨일에이렇게치수롭지않게여기는가봅시다。丢了火车票，他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丢了火车票，他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好，这是阿拉伯语的。丢了火车票，火车票，기차표죠？기차표丢，잃답니다。기차표를잃었지만，그는여전히이때는여전히합니다。이후는면상얼굴표정을할때저는후한다。이후样子，이후样子模样模样线，그模样。그러니까이후样子什么样的样子呢？满不在乎的样子，대수롭지않는모양새를보인다。模样线。모양새란뜻입니다。그런기차표를잃어먹고도기차표를잃어버리고도대수롭지않은그모양새를보인다。그럼기차표가없으면우리어떻게기차를타요？중국엔기차표가있죠？우리한국에서는다카드로하죠。카드로교통카드로하지만중국에는카드로쓰는것도있고표로 对不起。표를사가지고표로이렇게개찰구를나가는것도있습니다。럼우리만보자유로다시한마디를더만들어봅시다。봅시다。他没做作业。他没做作业，没做作业。그는숙제를하지않고도，他没做，还是하지않고도还是그래도얼마나그래도跟老师满不在乎的说，숙제를하지않고도，선생님과跟老师和老师也行。满不在乎的说，그러면선생님에게대수롭지않게뭐숙제를못했어요，뭐어땠어요，어째어땠어요，이렇게말하는겁니다。그러니까숙제를안하고도거기에대해대수롭지않게얘기는그런모양새입니다。예를들면他没做作业，还是跟老师满不在乎的说，이렇게하면안되겠죠。
자기가 못했으면 그것을 잘못을 승인해야죠. 잘못하고도 대수롭지 않게 여기면 안 되죠. 那么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次再见。